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题目是影像辨识自走车。我们的自走车跟一般的自走车不同的地方是，一般的自走车是用红外线或者是超音波来让车子可以到处走来走去，而我们的自走车则是用摄影机来抓取影像，让车子可以跟着色标跑来跑去，色标跑到哪里，我们的车子就会跟随到哪里。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程式操作的步骤。首先，先执行程式。我们要学习颜色，先学习第一个颜色，点绿色。然后你点一下以后，这边会有个红框框，按学习标签，这边有个锁定，或者是按 F3 也可以，锁定。锁定后，这边会将你锁定的颜色显示在这边。接下来点红色，一样，这边有个红框框，按 F3 被锁定上去了。相信大家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色标要用两个颜色，因为如果用一个颜色的话，可能会受到周遭的干扰，我们的车子可能就会跟着周遭的颜色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呢，我们就用两个颜色。当我们抓到第一个颜色，我们会去判断说这个颜色的中间点里面有没有我们锁定的第二个颜色。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再继续寻找附近还有没有第一个指定的颜色。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判断有没有第二个。有的话，我们的车子就会跟着这个色标移动。接下来按 Start， 它已经成功抓到我们的色标，所以我们的车子可以开始移动。我们自走车可以向前走，向右，向左，倒车。